孝子的部分。好开心啊！为什么这样讲？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期待有一款三国的挂机手游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款就真的很符合我们的那个理想啊！哎呦，钟楚红最近很红哎，我去查一下，他是不是司马懿错吗？很像司的样子。你想说，哎？张春华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记错哎，很像是某某人的妻子的样子。嗯嗯，所以现在有钻石吗？I don't know。因为不过我没有钻石，应该不够了啊，上次抽光了。而且他的聊天室很像蛮多的活人的哦，蛮多人在聊，蛮多人在聊。我们应该挂比较多场，因为我们今天，我有觉得进度有点太慢了。可以扫到吗？我记得是可以啊。Forget，这记下干嘛？对，中央对。这边换的时候可以不要那个吗？请修正，请修正。有都帮官方抓 bug 嘞 就是换装的时候会那个。这是手机的问题还是 bug 啊？我觉得是 bug 哎、欸。为什么换装的时候会那个？好了，应该是正常的，因为他可能要带入那个数字，就是要穿上去那个。你提前站立吗？暂时现在可以时间抽吗？我觉得如果抽 SS 角再来追吧。随风去，好想遇到你啊！